力敲锣，手摇饮歇脚亭母公司联发国际14号挂牌上柜，一开盘股价来到139元，如果扣除承销价78.8元，抽中的幸运儿一张最多现赚6万多块。不少股民表示，名字有联发的都很旺啊。我们当往联发科看齐，虽然说我们是它是联发科技。我希望我们是拆一个字，我们是联发国际，我们应该也离联发科，应该只要凭着努力，应该也做得到。联发系列股票就有三档，包括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、纺织股联发纺织，现在又多了真奶股联发国际，投资人得仔细看清楚了，因为过去不少买错股的乌龙事件，像是半导体厂立积电、立积台积电。大力光和大力营建股连上发和连上，一时之间容易傻傻分不清楚。另外还有同音不同字的台股，包括电子股精彩和精彩，台药和台药则部首不同。应该还好吧，但是应该还是有点关系吧。怎么说？因为只差一个字，就是字很像啊，总是会觉得有关系。但至于有没有关系，可能要再查一下了。另外还有大众印象较强烈的公司，像是台股三星是钢铁公司，不是南韩三星电子；地宝则是车灯制造大厂，不是卖豪宅；而花王其实是印刷厂，防疫期间一度被误认为是生产日常清洁用品的花王。那买错了再卖掉，重买就好了。同音同名，相似股票越来越多。专家建议，投资除了研究基本面，也要顺便比对代码和公司名称，才不会下单搞乌龙。三立新闻孙云宽、李孟山台北报道。